同一旦讲言的房子莫强用，系用合法来打灾故，还个分享。今年第二年举办呢，113年全国中小学汉语对话能力竞赛，今边也系总决赛嘅颁奖。其中从彰化、台南还个高雄也到，唔系合作重点发展机会的学校，今边也咪拿到位好成绩。而且那样样的打扮，做亲民的挑战。113年全国中小学汉语对话能力比赛，初一是总决赛。隔壁学校的世界平常是会好吗？干哈吧？那条会好一些嘞，平常是会用到的东西，还有共鸣的东西等等。我搞搞在功课讲转去二楼，我看人，比如讲根本要讲水果，转去说二楼家长讲，你给咪？好多麦嘅水果、麦嘅食、麦嘅米食。不过，像亚中嘅汉语对话能力比赛，尤其是同黄白英英提到嘅讲言，系朗读、党务中央，认真参赛嘅学生嘅，做唔得有先生批定入到教室地图，还有谈一谈全学化嘅题目，天天就讨论演出内容，也难度做得讲，提到当高。提来讲啊，讲嘅内容，一开始讲，佢一符合一个主题，一符合你阿成辈嘅营养。你还符合你的年纪，讲到一乜嘅呀？一顺流，讲咧一自然，讲咧一成败，吼，讲到一成器，安尼你还分数就会一个。用你可能是心思不小，他不要这样子来。当中呢，一道对彰化台南古雄一道咩客家文化充电发展期学生嘅特奖。爱吹个合法，天天呢演奏教育，成份营业。学生们把卷起用专副分子台北报道。